前首席交予婚姻观的秘书长，代表着这台全新的救护车，将要在母亲和全家的祝福之下，为婚姻乡亲的性命来服务。我懂事的时候，到我妈妈往生的时候，我妈妈从来没有得过什么重大疾病，她是无病无痛的，这样就走了。后来我们就兄弟商量说，把妈妈的爱心化为出来。为对妈妈的思念，确实这件好代志。可能有人会认为，关救护车的人真多，敢有这种需求？听消防局长来解说，就知影这项善行真正有需要。即马目前咱婚姻关消防局的配备的救护车啊，拢总有33台。线上在使用的有28部了哈，如果带起备援车辆，然后这些车辆呢，救护车我们一般来讲是超过你的汰换了哈。以公营路数来号名的救护车，内面配备了 AED 抗震型血压计定器材，总费用250万，做伙乡亲将难以估计。我代表着吼，咱部中央所有吼13000多人，以12万分的向咱五董事长啊甲家族。以12万分的感谢，谢谢你们。伊的精神哦，甲伊的这个爱心，永永远远拢传咱哦，谢各位。虽然早都拢住伫别位，但身为婚礼的主题，更加爱为家乡来尽心力。五家的大爱，都是婚礼人友好热心的上好表现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